对吧、啊？好像比上次多哎。搞得我现在真的只能做采访组。好的，然后没事做。对啊。其实那里还有一窟，你知道吗？后面那窟也是我们的。我偷懒偷懒。反正国庆说，那你就负责拍照了，好好好、哦、好、啊，也好了，对，也需要拍照，没错。对，我们需要那个插秧的特写。那个是拍照还是录影？录影，录影，录影。嗯。那我应该问问第一次来的人吧？哎，没关系。插秧特写，插秧特写。我还有奶茶。插秧慢动作解析。真的。第一步。好，看就是拿 一堆这样子秧苗，然后播大概五到七根，可是有时候会超过，有时候会太少，所以就要大概分配一下。好、okay, okay. ，然后其实很简单，就是把它轻轻的塞到土里，不要浮走，但也不要塞太深。哦，这样就好了。对 对, 對。那、啊、土不用播一下。我觉得不用哎、欸，而且其实今天因为那个土的能见度很高，所以就还蛮容易的。上一次插的时候就是下雨，所以那个水淹得很高，都看不到土。哦 ，OK OK， 这跟我去年一月来的时候土状况差不多。对啊，所以还冬天好像比较插起来比较舒服。是，夏天太热。哇！我们卡诺的苏插哈尔灿插那么快，第一次来吗？第一次来吗？第一次来这边啊，但是我有经验。哦，以前有插过，难怪哇，这一排感觉非常不一样。哇、哦、哇、哦哦，信手拈来，哇、哦！哇哇，这样劲，毫不迟疑。这为什么好迟疑？太酷了，太酷了！好，我去拍别人。好重。你好，我们这边是采访组。第一次下田插秧吗？对。今天第一次亲近泥土的感觉如何？很棒。哦。哦。哦，子浩瓦力。哦。别恭喜呀！我农村采访青年。对啊。我已经插过啊，不过哦，今仔又插了，足侪年啊。是啊、哦。机器无法取代的就是这个啦。对对对对。哦，这种就是人工的味道，赞。赞赞赞。继续继续，加油啊！台湾开了，靠这个稻，哎、欸，靠这个稻啊。哎、啊，我要寻找啊、哦！总干事，总干事。Hello。总干事特写。大哥，昨几点睡？昨哦，嘿，还好啊，到几点？哦，啊，起来，几点起来？六点。六点睡。阮老的囡仔嘛要来。真的吗？人拢讲好啊。爬袂起来吗？我即摆要来，准备喂起来，喂袂起来。不要紧，今仔人有够侪。叫伊中午来吃饭就好啊！好困难啊！会走无？阿妹，阿妹哦，阿妹会走。四十五，对。四十五。我没有啦。阿伯今仔人侪有欢喜无？有。赞吼！啊，这福寿螺要安怎处理？寿螺爱抓啊，你爱来抓啊。袂，我要抓去底啊。等伊边啊。提刀啊来抓啊。哦，提刀啊来抓好。用手提咧就好啊。我先去。你落去啊？是。我这口，我这口多无？圣雄哥又见面了。今天依然是非常快速。因为不快，会真的很腰很酸。是。哇，今天应该会比预期的快很多。对，人好多。对啊，这样才是战力。是。是大家还是？花太多时间在那个海跟那个海排啊哦排
对啊，对啊，指挥指挥。对，抓了就插了就对了。睡。啊，你叫我自己开车哦。好。好，拜拜。诶，啊，这摆设的，你袂当用藏的啊，尔，爱放落去，要它碰到土壤。讲你个藏，讲叫藏的尔。无啦，要一个指甲伸，还是要进去？要插的动作插不？嘿啦，嘿。跟你那个秧苗的土壤厚度差不多。啊，不要加内在了哈。好，啊，无安尼好无？我看有个人的力道拍这个，好，那你就用你的方式让它进去。好 ，OK。让它进到土壤。好。哦，给播一两支落，我见了，这水位哦，就是水较济，水较济，唔是啊，这鱼啊，看怪怪的，死要死的。无臭的，系无臭的，伊个干死哦。大概在福寿螺蛋一饼干以上。好啊，你给我，我处理。我改收藏。没落地啊啦！我拄仔改讲没落地啊。我等下摕一个盆子四个去收哦。安尼，伊就卖翕吗？我卖翕。安尼卖翕面，你讲话。卖啦。卖。我等下分析嘞，会愈做愈歹，你来甲我调。你讲，你害伊爸爸还佫做一遍啊？有，只歪歪歪歪，你看伊歪歪，就是差不多。你敢袂晓报？你敢捌报过？报一件。一件，哦，一件哦。哎，第一件去年一月。这喝咖啡了吼，所以速度加快。水啊水啊，好，今仔日我记得。我算我的，但是因为阮的经营方式改转变一个方式，如果拢我的吼，一领波鞋，因为那个玉山旅社的新。的修复是来自各个大家捐钱。台湾迄阵的舒克就是讲，他们捐钱是因为我出来号召，然后大家就是要有一个指标性说，看练谁号召，所以我有那个责任管他做一个管理。但是后期的管理人员其实更难。那我们所有 NGO 组织都这样，都是领头者去申请案子。然后呢，营运啊，请人啊，请人来执行案子啊。玉山旅社也类似，就是如果我们像一般的经营方式，就是请人，然后赚了钱，我们再从里面再拨出给他薪水。可是这样有一个危机，就是会沦落整个工业社会里面的那种剥削。你讲好康好康的话，啊，因大概做到要死，啊，因愈拼命啊，愈好愈好。啊，所以我就会去用。压迫说啊，来来来，你要工作十小时，你要工作怎样？还没上，所以我们后来发现就是来，我们有一个大家一起讨论，啊，大家一起就是都有一个比较弹性的容忍度，讲啊，你迟到十分钟还不要紧，半点钟不要紧，讲一下，啊，你明仔要休困还不要紧，我来调。那我们最后是这样，营收的时候，那个扣除成本，那个租金啊、成本啊、水电啊等等。最后再抽一个15%的那公积金，做修屋啊，或者以后再去租另外一间房间修屋也可以。那其他的就看大家的时数去分，可以。所以你做越久啊，可以领到多少啊？我做很少，我都一直在讲话啊，就领到多少。但是彼此大家会对那个哪一节旅社会用心。没有啊，所以我们要协调，我就要出来协调啊。这个时间生意不好，一个人就好了。啊，这个时间很忙哦，啊、所以我们要两个人。那跟市会馆的差异不大，跟什么差异？教市会馆是政府，就是房子的盖是政府盖好，经营人的环境怎么比？他们一定比较，他们还有电视，还有冷气。啊，漂白水用很多哎，他们免费，你们等一下，他们马上送去，都买漂白水。那、啊、我们是漂白水少，欸、漂白水少就被降成比较不卫生。啊，房间啊，我们蚊子比较少，因、为我蚊子多，蚊子少，蟑螂多，他们蟑螂少，漂白水很多。啊，这个就很难。啊、我想讲，一张啉啊多，我昨我去玉山，你说他们啉嘞？
我感觉恁恁妈感觉时间哪无啥对，我家己爱较早起来，我有史以来今仔上早起来呢。我无想着讲，我可能就已经一点四十了。哦，我回去我嘛要两点啊困，我搁走去一车的拄啊咧做啥的嘛，风水世家，我想看卖伊的风水安怎讲。我现在搁背起来。哎哎，啊，反正过一句，你莫讲讲来，紧食食的，等下。哎，这个媒体拢断路嘞，要死。对啊。吼，反正再来到这。这个往往摆在一起。上配上配。No。紫金，别讲话。这下好问，这下好问啊。紫金讲话。你导演有用。老林有用，恁会来来来，台湾牛，变变叫，变变叫，台湾牛，无一首歌不是安尼吗？黑索那个是，系啊，写土字的，恁会腰水美声，是是，加油，我嘛要听。哎，那我今天啊，苦修23.5。豆浆一起拌，哎呀，各位，这一家的豆浆做得不错，很棒哦。是哪里的？我们书店前面那个早安美滋滋橙料。反正我在台中没喝过这么好喝的。哦，一点没聊，我卖怕这样，但是要用它好诶。真的豆浆很棒。一桶三公诶，拢在讲四磅。采访，我头发很乱，没关系。摩登农妇，摩登农妇，给软剧团美少女采访，太害羞了，我要休息一下，好累哦。一路要。看这位小姐专访。耶、yeah, ！我还赶快广告草草。这是我的早餐。哦，好。第五届草草戏剧节在3月16、17，然后23、24。哎。要赶快来看戏哦。位置在哪？在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的实验剧场，然后当天那两个周末还有市集，有影展。然后户外演唱跟户外的演出这样子。哦，那今天怎么会过来？今天不要讲虚伪的话，讲真实的话。都可以。怕被国训逼的。对，来玩耶。好累哦。直接是带出集合。直接。阿辉啊。王虎，讲话爱叫啊。是。哦，各自。行，开些酒喝啊！对，来冲下去。接下来有人去买红酒了。红酒，他是想要中了歪心牛巴吗？就是大家吃完开始在这里醉倒这样。对。还有什么？今天是第一次夏天插秧吗？对，第一次夏天插秧。感觉如何？还没吃早餐就开始种，所以现在就是有点。发抖，赶快补充体力一下。很好玩，就是有点累，就是。是辛苦。农夫好辛苦哦。啊，最后再欢迎大家来草草戏剧节。耶，来看戏哦，拜拜。